这只猴子简直手可通天，被关进铁笼子里的他居然收买监狱长阿旺，也就是主人养的狗狗，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越狱计划。那他到底是如何越狱的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这只猴子因为犯了故意伤人罪，被主人关进了铁笼子里，并安排狗狗阿旺看守他。可是向往自由的猴子怎能屈服？只见他不停地在阿旺身边撒娇和卖惨，甚至说出了以身相许的筹码。善良单纯的阿旺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，决定帮助猴子一起越狱。随后阿旺便在铁笼子旁边开始用力刨坑，看来这是准备挖一个地道好让猴子从里面钻出来，实在是太聪明了，没想到动物也能有这种奇思妙想。看到阿旺这么努力的挖土，猴子开心的不得了。突然他跑过来摸了摸阿旺的脑袋，告诉他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会，简直太会收买人心了。阿旺休息了三分钟后，看见猴子迫不及待的样子，赶紧又加快了挖土的速度，必须在主人回来之前把猴子从铁笼子里救出来。很快越狱的地道就挖好了，阿旺叫猴子过来试试看，可是猴子试了好几次都没能出来，感觉洞有点卡脖子。阿旺见状赶紧用嘴巴把笼子抬高一些，可是笼子实在是太沉了，这个方法好像不管用。无奈之下，阿旺只好继续扩大洞口的深度和宽度。聪明的猴子此时也在里面挖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如果里面不挖的话，他是很难逃出来的。很快越狱的洞口再次挖好了，猴子开始试着从里面钻出来，第一次头试出来，但是身子感觉有点够呛，于是猴子决定换一个平躺的姿势，可惜这次猴子还是没能成功，还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。阿旺在一旁看的都已经绝望了，可是不死心的猴子决定再来一次，这次他学聪明了。只见他收紧腹部，慢慢匍匐前进，没想到他居然成功了，不得不佩服狗狗和猴子的智慧。这是一场伟大的越狱，如果换作是你，能想出更好的越狱方案吗？